下面大家继续来欣赏一下连段和一些并不实用但是华丽爆表的连段演示吧。看完这些之后，大家有没有手痒到想要重操手柄大战300回合的感觉呢？别犹豫了，情怀之战，约起来吧。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点击一发关注哟。你们的关注才是我们生产的动力，谢谢大家。